谢两位啊。这个咱们渐入佳境，其实我特别憧憬这种感觉。平常在做节目的时候，也没有人对我们鼓掌，撑死了您给我们发个短信，所以我特别渴望能够站在这个地方，是吧？好啊，也没准备什么段子。刚才两位老师也说了，王自健是一个特别大气、特别仗义的人。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我们俩这个救命之恩啊，当涌泉相报。接下来希望大家配合我一下，我对王自健表示一下感谢，好不好？好吧，风里说话啊，屏住呼吸啊，自健在后台呢。谢谢。怎么不笑啊？那再讲一个啊。王自健不笑啊。刚才啊，他还跟我说了，说你帮我来主持，很感谢啊，非常谢谢你。我在上海台也主持一个今晚八零后脱口秀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看过吧？都看过。对，他说你主持挺累的，要不然我上。我说什么？我说我上。我说别的我都结婚了，我。好，开个小玩笑啊，调节一下气氛，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铿锵演出。接下来我们有请魏鹏、韩红珍为我们带来一个好段子，叫《生育经》，是吧？记住这个名字啊，《生育经》。来，有请二位。谢谢您掌声鼓励，给您换一场。谢谢啊，我好啊。第二班的封箱演出，对，王自健携我们全体的演员跟您过节。是的，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啊，我们的节目啊渐入佳境。是，其实我觉得呀，一台的节目啊，它就好比一顿丰盛的大餐。您瞧瞧，第一个节目、第二个节目，一直到我们这个节目，始终都是那个压桌底的小菜，是给您开胃的，拌白菜啊，拌菠菜啊，是那大菜啊，什么大菜？黄瓜呀，鱼鞭子，看不来后看完他们的相声流鼻血。希望您慢慢的欣赏。哎，还得做个自我介绍，跟大家认识，因为有认识我们观众，有不认识我们观众，需要介绍。我叫魏鹏。哎，我身边的这位，我韩红珍。是的，好演员。哎，您捧我，您可以称得上是啊，胡萝卜戴草帽。胡萝卜戴草帽，这怎么讲啊？小红人啊，真不好意思。麻袋片里边裹钉子，这是你都冒着尖儿。我您瞧瞧，晚上睡觉没盖屁股，这是露大脸了。相声演员说的就没料。您是个好演员，是好演员，但是实话实说啊，怎么着？您的知名度不高，那是没话。甭说跟王自健比啊，跟有名的演员，您都没法比。跟谁比？想想啊，啊，想想怎么才能出名？想想，我这一年我没干别的，干嘛？我就琢磨着怎么才能出名。琢磨这，你看王自健，人出名也不是因为说相声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脱口秀。哦，脱口秀，对对对，我看我。回去我也想过，想搞脱口秀。好啊，回去跟我母亲商量，说妈，我打算改行了，不说相声。干嘛呢？我也打算搞脱口秀。老太太知道吗？我母亲六十多了，不明白啊。哦，这个脱口秀是什么呀？你给解释解释。我这个脱口秀啊，是一个西方的名词，哎，西方的艺术形式。对了，它就是这个有很多的人，对，很多人又叫很多人，然后又叫很多人，大家聚在一起。我妈一听。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传销可是害人的。不是不是不是传销，您听我跟您说啊，你再说。脱口秀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啊，就特别的嗨，然后呢特别 happy， 以后呢出了这个门以后我什么都忘了。哎，我妈说，哎，小子你是吸了毒了。不是吸了，我怎么跟您说的啊？哎，脱口秀就是全方位无死角的360度展示自己的平台啊！这回明白了吗？我妈已经哭出来了，这小子还是学坏了。怎么呢？你跳脱衣舞谁瞧啊？
其实我是有上进心的人。哦，有什么上进心？我希望自己能够提高。好，因为现在的竞争压力大，很激烈。不光说是我们这个行业啊，现在各个行业竞争压力都非常的激烈，是吧？要不然您怎么现在看都讲着自己提高自己的品牌效益，对，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，哎，紧着做广告呢？没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需要。但是您说这广告，古来有之，怎么呢？过去，哎，大小买卖吆喝，哎，这就是一种广告的方法。对了，你要提到这吆喝，过去这老北京啊，做的小买卖、小生意的，对、啊，都得成。那这就是广告。没错，你比方说卖菜的，早上起来挑着筐菜往地上一放，这边一捂耳朵，香菜辣青椒味，高葱嫩青菜来，扁豆青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鲜，买萝卜胡萝卜，扁萝卜嫩芽的香椿的蒜儿得，好韭菜呀！好，做广告多好，是不是？哎，说的不错。嗯，您看这个腰果啊。只有咱们国家，就中国有吗？西方没有，西方没有。您是不是您看美国？嗯，白宫门口，白宫门口有个大老黑啊，停个大皮卡，这一箱子货，他媳妇在车上坐着，这大老黑一吆喝一捂耳朵，有吆喝，他妈的 potato and potato。我这吆喝的是几样东西吗？鸡，好像说了好几个单词，三样，不对啊，几样？四样，不可能！你掰手指数数，您数数，听我再要啊！这是tomato，tomato，西红柿，potato，土豆，apple，苹果，梨，梨，不要啊，potato apple 梨。当然了，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，这个是必须。吆喝实际上就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产品。是，那现在不光国外，咱们生活当中吆喝的也少了，因为它已经过时了。吆喝是城管打，无非吆喝就是为了把自己的产品能介绍出去。哎，现在你要想介绍自己卖的东西，也有别的办法。什么办法啊？问顾客各式各样的问题，我问，哎，通过问顾客很多的问题，了解客户的需要，让客户买了满意的东西。哎，虽然问题问得多，您们看问题多啊，绝不会让人觉得烦。还真不理会了。哦，您说这个问题多，顾客还不嫌烦？那当然了。问问您这是什么行业？中关村，卖电脑的 ，IT 界都这样吗？问这个顾客各式各样的问题，您别看问的问题多啊，顾客绝对不会觉得烦。不可能，光说不也会。不信咱俩学一回。咱俩表演表演。王秘书，这是中关村电脑城。哦，我是这销售员。那我呢？你上我这买电脑来。哦，我这是顾客。你看我问你各式各样的问题，你不但不会觉得烦，你高高兴兴的让人家给你买走。哟，这可不好说，我这人脾气不好，不耐烦。您问题多了一会儿，我跟您急。不信咱俩学一回。来了呀。就看我烦不烦，咱来一回。来开始。这个这两天呢，电脑坏了，下载一个完整版的这个《武媚娘》，还没等看呢，主板都烧了，据说是中病毒了。埋心埋心。好，先生您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看电脑您。哎，看电脑。您是家用还是商用？家用。哦，那您是买一个笔记本啊，还是想买个台式机？我来个台式机呀。哦，那您是想组装一个，还是想买个品牌？品牌太贵，不实用，还一个。哦，还一个，对，组装的。哎，组装的自己想装成装。是。那您看，您这个内存是要两 G、四 G 还是八 G？ 哎呦，这内存呐，越大越好啊。越大越好。啊，运算快啊。如果你要是想看武媚娘的话，我觉得八 G 还行。卖电脑是先知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那您这个显卡，您看您是要独立还是集成？嗨，现在谁用集成显卡呀？来独立的呀。看您意思，您还是不好。哎，差不多。那这个处理器，您是要双核、四核，还是要八核？哎呦，这太深了，这不懂。您给推荐推荐，这解释。八核。哎呀，跟没说一样，具体说。八核贵。干脆您说来哪个，我就来哪个得了。啊，我看您就来四核，基本上。
可以啊，自个儿够用。咱这硬盘你看要多大？硬盘，您就根据我这个情况，您再说一下。这个您这个情况，你要看五块钱的话啊，250G。傻数啊，这最少得来一 T。来一 T。哎，那显示器您看要多大？显示器越大越好，越大越好。对了，越大越好，越大越好。您来这个多大呀？58寸大背狗。嚯！啊，我再吐了。咱们也代卖这台电视，我不看。您来这个，这多大？22寸宽屏液晶。22寸，这都够用。啊，键盘鼠标你要有线的，无线的？我要无线的。啊，那音箱您要会微的吗？哎，要慢不折。好，听着真装。我喜欢这牌子。录制音箱音质也好。对对对，要大概您算一下啊。一共是4800块钱，哦，一点不贵。您是现金还是刷卡？我刷卡。您要是刷卡的话，您请到位，我给您出一张单子。哦，您跟着出货员核对一下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留一张名片。嗯，硬件软件有什么问题，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您看怎么样？太好了，那您请到这边。嗯，您看，问题是不是特别多？真不少。问题多，您绝对不会觉得忙。您太专业，一点不烦。但是，可不是所有的行业都这样。怎么讲呢？有的行业没有必要问顾客这么多的问题。您说的是哪个行业？饭馆。哦，餐饮界。饭馆服务员没有必要问顾客这么多的问题，是吗？问多了顾客容易烦。我不这么看，我觉得这饭馆现在服务员太忙了，用肯德基、麦当劳点完吃，吃完走，没意思。应该像刚才卖电脑的给同志多多学习啊，多问点问题。哎，热情啊，显得热情。你那意思说吧，让饭馆的服务员像刚才卖电脑的似的啊，问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哎，就跟他一样就行。那准把你气跑了。不可能。再来一回。抬杠。我就是这饭馆服务员。哦。你上这吃饭的。我吃饭。带一个朋友，两个人上这吃饭的。我们俩人。你看我问你各式各样的问题。行。你看是不是你就烦了？您撒开了，都问。再来啊！开始，开始。哎，成功的买了一台电脑，带一朋友。今天我出来消费消费，不做饭。您好，先生您好，哎，您是吃饭的接手？接手，我跑你饭馆来干嘛呀？吃饭啊？那您几位啊？两位。哦，两位，哎，一位吃饭，一位接手。非得有一上厕所的，老有人在你这儿借厕所。吃来来来，您请坐吧，请坐。哎，来坐坐，您看您愿意坐哪儿坐哪儿啊？哎，您是喜欢靠窗坐呀？啊，您是喜欢靠门口坐啊？您是喜欢靠厕所坐呀？您是喜欢这个坐北朝南啊？您喜欢坐南朝北啊？我登基呗。您喜欢坐东朝西啊？喜欢坐上朝下呀？我还能坐房顶上是怎么的？我的意思，您随便坐啊！来，哎，啊，您看菜单，菜单，菜单，来，好几种菜单呢。我给你记一下。哎，那我先点一个我爱吃的菜啊。好的，我先点一个焦溜丸子。焦溜丸子，这菜我好吃。好的，接下来啊，我再点一个。哎，那问你啊啊，我们这个丸子有1寸的、2寸的、3寸的，你要几寸？我这订蛋糕来着，我来中溜，中号啊，接下来，我再来一个这菜。哎，那问你啊，我们这丸子有猪肉的、牛肉的、羊肉的，你要哪个？哪能这么细致啊？那我来一牛肉的吧。牛肉的，嗯，牛肉的真的。哎，牛肉好吃的，记下来啊。我再来这。您要问你啊，您要公牛肉母牛肉的，这都能吃出来吗？这味道不一样。那说副总，您推荐一下。半公不母的吧。哎，这哪儿找着二姨的牛去？什么问题？行，我再来这。哎，您要问你啊，您有糖尿病没有？你问这个啊？您有糖尿病病史没有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您是想吃甜一点，还是想吃咸一点？我吃咸的，做咸口，咸口不就完了吗？真是，啊，我您再问你啊，宫保鸡丁记下来。好，别嘴坏。啊，我再来一个这个。啊，您再问你啊，我们这个宫保鸡丁有超辣的、巨辣的、微辣的、中辣的，还有微微辣的，还有全部辣的，你要哪个？那服务员碎嘴了，你瞧瞧。我来一个微辣的，微辣啊，保护好了啊。我再来一个。您要问你，我们这宫保鸡丁有猪肉的、牛肉的、羊肉的，你要哪个？我吃宫保鸡丁儿，鸡丁儿啊，不是牛肉、羊肉。好呀，行。我再来一个。哎，您要问你啊，我们这宫保鸡丁有花生米啊，是这个花生米，您是要单数，您是要双数？你这问题太变态了，这我如何回答呀？干脆我读一
洗了，又来双数，来双数，双数，人家写俩，哎，双数就来，没法给您挨个洗，您是喂鸡来的呀？哎呀，我再来一个，您给我问问你啊，啊，我干什么呀？怎么着？您看您这荤菜都点完了，您是不是来个素菜呀？素，应该点一个素菜。嗯，我点什么素菜？我点一个我让人说不出来的素菜。嗯，哎，我点一个清炒大白菜。我跟你说了，清炒大白菜。哎，什么都不放。好的。啊，没词儿。我这大白菜，你说是为的是外的，不是就关了。白什么的白菜，白菜白菜。这服务员整这一进吧，你白肚里了。您看，这问题多了，您是不是烦了？这饭吃不下去。当然了，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特点。哦。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服务特色，你瞧，有不同的地方，也有相同的地方。哦，您说一说。你看，相同的地方，和气客气不是相同的。哦，您无论到什么行业，您都得客气。您做生意做买卖都得客气，大到卖一栋楼，小到一个小烟摊卖烟都得客气。哦，您到小烟摊买烟，您看这个营业员都客气，小老板都客气。哎，先生，您买烟，您看看，哦，这个白沙多少钱呢？多少钱？白沙五块。哦，红塔山多少钱呢？多少钱？红塔山八块。中南海多少钱？中南海十块。中华呢？对不起，中华卖没了。多客气。您要是想买的话呢，您到隔壁去看。哎，要不着急的话呢？这进货下午就能来货，和气。您看，都客气，都是和气。嗯，当然了，过分的客气这也不行啊。太客气了也不好。谁说的？嗯，这客气它讲究什么度啊？是不是？这是你的。您撒开了客气，应该过分的客气。哎，对，越客气越好。越客气越好，你也接受不了。不可能，您这人太白。再来一回，咱俩表演表演。这是烟摊，好，我在这卖烟。哎，你上这买烟来。我来买烟。越客气越好。您撒开了，来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吃完饭了，嗯，烟没了，出来买盒烟，烟哟，你渴了，来你别解扣，别解扣，您这烟摊挂小粉灯呢？不是，不要，我跟你客气客气。不是，那您这楼板的雌性激素太高了，你是女的，您雄性一点啊？哦，就是男的，我来男的接待一点，是不是啊？我买烟，好，先生，哎，买烟，买。您是刚做完手术啊？问问问问啊！这个白沙多少钱呢？白沙，白沙呀，钱五块。什么理解这是？哦，五块。红塔山多少钱？红塔山大概八块。他们老家日本人。那个这个中南海多少钱呢？中南海呀，中南海，十块。您是河内刚刨出来的？你们这儿有中华吗？中华买没了。赶紧打电话，您告诉您吧。这么客气是不是？好，抽一根烟我就折寿，还是太夸张了。不能这么客气，真不得跟您来吧？真是。哎，按您说的吧，横着点吧，别客气。怎么着？别客气，横着点，横着点。对，更不行了。嘿，您这人太难伺候了。啊，刚才客气不行，横着也不行吗？越横越好。您撒开了横，你接受不了。没听说这干什么？买横点啊！开始，开始，就不怕这个。你瞧瞧，买烟，我买烟，买烟，干什么？买烟，滚蛋！哎，滚蛋！买什么？不然。和气了，真是见了呀！问个价儿行不行？这白沙多少钱呢？白沙呀，白沙呀，白沙五块。您留神肚子。那个红塔山多少钱呢？红塔山八块，孙子。我骂你！这中南海多少钱呢？中南海十块。再我一嘴吧，你这儿有中。